辉对于年轻人来说并不陌生。仔细发现，无论欧美、中日韩的明星及红人对 cosplay 都有着特别的情怀。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明星们的 cos 造型吧，看看谁才是最可爱的。张馨予，先不说她的一些绯闻，但是看她的颜值和才华，还是让人服气的。爱好广泛的她，也喜欢玩 cosplay。她 cos 的是美少女，照片中的她穿着同款造型，头上戴着黄色的花套，加上她的白皮肤，真的是很美了呢。不得不说 ，baby 的颜值是真的很高，连紫色头发都能驾驭的这么好看。除了这个造型，他还 cosplay 过某游戏中的一个角色，看着也太惊艳了吧。而且 baby 笑起来实在太美了。徐娇可是一位十足的 cosplay 爱好者，从他的日常生活动态中就可以看出他十分喜爱二次元，而且各种角色 cos 起来也是信手拈来，丝毫不亚于专业 cos 赵丽颖的碧瑶小姐姐。你们认出来了吗？而且图中的赵丽颖都嘴卖萌，赵丽颖一直都是给人一种清纯少女的感觉，这种感觉让人很喜欢。 COS 版的赵丽颖太美了，有木有？迪丽热巴作为现代娱乐圈近两年人气蹿升的最快的女星，颜值是公认的高，被评为2017亚洲最时尚的面孔。看她 cosplay 冰雪奇缘中的艾莎公主，动作表情造型都是神还原，性感中透露出一丝的调皮可爱，美艳动人。汪东城近年被称为打破次元壁的男人，因为自身喜欢动漫，所以迷上了 cosplay， 出现了好多大大小小的漫展及活动， cos 了不少动漫人物，每次都有模有样，全副武装，男女通杀。谢娜之前和九主持百变大咖秀中有 cosplay 过很多经典影视剧角色，其中 cosplay 中最辣眼睛的应该是葫芦娃中的蛇精病这个角色了。当初谢了这个 cosplay 出来的时候，被无数网友吐槽真是蛇精病。鹿晗扮的李白可谓是史上最帅的李白了，看着一身剑客的装扮，真的是帅到无法言喻啊。什么，农叔也会 cos？ 没错，农叔之前在《农的心》这部电影之中，因为被街机给电了，直接就化身 SNK 春丽出现在现实世界，然后跟别人大战300回合。不过这个造型橙子看了觉得有点为难咱们龙叔了，哈哈哈哈，谁都不服就服咱们的成龙，哈哈，你们最喜欢谁的 COS 呢？